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航海旅程了。出海！时光缓缓缓，三个的画面轮回转转转，有一样的心。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，一直追，漆黑中死去。哇！您惹不看我也看向远方。 今天呢，就叫我甜心；今天就叫我毛驴。今天管我叫毛驴，他内心的潜台词。哇，他这个好宽泛呐！我要感觉腾哥好像脸红了，确实。不行，我笑的腰疼。哇，好大哥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让文武回家。虽然剑身在海外，但剑魂仍在祖国。我相信前行必有曙光，终有一天会堂堂正正的回家。